行政要中立，我们也要希望文化局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抢救。我们也希望文化局跟我们一起来抢救。因为这边是68年盖的，68年的台的那时候的南崁是整片都是铁，只有那一块垫地。可是现在南崁是全部都是高楼大厦，都是住宅，只剩下那一块绿地跟70年代的那种建筑。所以我们很希望可以把它保留下来。那台湾的历史从38年到现在也不到，也才60几年，可是这边已经有30几年的历史了，它已经超过了一半了。那你如果说这边要找到像这个房子那么长的历史的，在南崁可以是很稀少的啊。可是田副局长他说这边不具稀少性，也不具历史性。请问一下，如果现在田副局长他已经有这样子令人质疑的言行的话，那在12月6号的文资审议会议上，是否可以请他回避？没问题。抗救台湾又救美，重建。抗议文化局副局长。抗议文化局副局长。田伟。田伟。未审先判。未审先判。我们要求审查不干预，我们要求审查不干预，行政要中立，行政要中立，抢救台湾幼教的历史空间，抢救台湾幼教的历史空间，抗议文化局副局长田伟，抗议文化局副局长田伟，未审先判，未审先判，审查不干预，